重庆美食何其多，想吃啥子都问江德尔哥。哎，今天朋友啊给我推荐了哈，在九龙坡华渝锦绣花城有一家江湖菜，非常的不错啊。至于那个味道和环境怎么样，能够江德尔哥给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再给你们说。水土养一方人，今天江德尔哥都来到了九龙坡的华渝锦绣花城。哎，麻辣是重庆人的最爱，所以我都来吃笑傲江湖菜。哎，看到没得，我面前满满的一桌菜啊，笑傲江湖菜。哎，在那边呢是开了5年的历史了啊。首先可以看一下啊，整个菜的色香味啊，味我们先不说，先说整个形状啊，看起都非常的有食欲啊。至于味道怎么样，来我们搞一下。这个肉质啊，非常的有弹性，而且吃起麻辣适中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哎，可能喜欢麻辣的朋友啊，那个应该晓得哦，小的那种盘龙上安逸的很啊。肉质嫩啊，吃起麻辣鲜香啊，味道非常的安逸啊。所以说在那里看到没得，我面前的那座小海鲜盛宴啊，可以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。花甲、甚至小龙虾、虾蟹、鲍鱼，哎呀，应有尽有。所以说在那间要给我们重庆的耗子哥们推荐一下啊，想吃江湖菜都到笑傲江湖菜来啊，味道安逸，应有尽有，一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。哎，味道巴适得很，环境都不说了，哎，又透气又凉快。因为重庆人嘛，大家都喜欢吃辣的，他们觉得江湖菜也挺正宗的。那点菜呀，菜巴适，麻辣味儿还正宗。